这个是什么效果？难怪你十二名，没有他第三名，他已经有前三，真的还没有。哎呀，你这是十二名的效果，哎呀，你就想不出来这个效果，你看。生气耶！我第七名哎，我是三国志最高的排位。好快哦，要快哦。有计时，没有限时。要看顺序哦。顺序从花姐的右手那边移哦。反正右手速度最慢的就是惩罚嘛。对对对。哎呦。那你先插什么？我来帮你。你插我，插我。他插一点运气。一个往中央有一个点的就是五了。可以啊。不能第一关就下来了吧？可以哦，简单，又简单的。宫田竟然是选简单的，对啊，是他主动提的。他没有，宫田像红飞行员，都是三，飞行员，红猪红猪。二，来，有，我好了，一个都还没有呢。他怎么两组都在摸一二三？是第几个？你现在是第八，你右手应该是四哦。是你主动提的，我想要四五六。他可能要先凑出来啊。对啊，凑出来、啊，你先摸出来再说。他有就 OK 了啦。你听到他们这样讲，应该就知道了。这是有错的，有一个有错的哦。这是十二米，你加油！好，加油！是你提的哦。我提的，我加油。你真酷！而且你在选矿石，对不对？哎，你在选适合你能量。哎，马哥右手一哦，六。哎呦，哇塞！哇，超强！三星接连哇！好不会吧，太夸张了。小哈，哇，这个在摸出来。你现在差什么？他，对，他是哦，6654哦。加油加油加油！马哥好像也快完成了，马哥还差得远吧？不容易玩的，很像魔术方块。改，你们都不要过来改哦。你快哦。没有人改。要不也许就连续上。一只手。嘴上有毛，半死哦。哎呦，哇，这个自信，好快，修改哦，修改，电脑修改，快，怎么每一个摸起来都这样子？对，四，还错了，六错了，你为什么是？他说你三，你不能摸。六，刚以为我对了，好，对了，张立东，不是因为张立东又收牌回去，哎，你干嘛？我是五，张立东三是错的。张立东，三点，第三点通常是一分三十秒了，一分三十秒，因为花比较多，你通常还没到第三点就结束了。哇，一分三十秒，已经清流了吗？再过五秒就要压彩蛋换人哦。错，而且都翻同一面。对啊，我可以打开眼睛了吗？好，你打开，你打开。错，怎么可能？刚刚都故意。刚刚都对了，他自己给搞把打死。刚刚明明就摸到，因为没讲他错，他是故意这样。对啊，你错，我就会跟你讲你错，你为什么要打起来？对啊，那我刚刚是那个意思啦。他故意的，他先把简单的，他先把简单的卡。还有一个在跟奇妙的小鬼讲话。鲤鱼的四是错的啊，四也是。你等他九百万，他是六吧？我不知道，你自己决定。好了，很强哎！马丽，哇，马丽好强哦！你的一跟三是错的，没有摸点啊。对啊，没有摸点啊，因为他都以前摸凸起物啊。这个，哦，这就是一吧？他用背的，他用背的啦。你刚才应该把它弄乱才对。对啦，重新啦。五的对面就是二吧？对，然后怎么闪一个闪电？我闪进来啦！没有啊，错觉啦！没有啊，你再找一下嘛。这就是四，这是四，四的对面就是三嘛。一二三，结束。哎，豆哥二是错的啊。二在这里啊，二。你的二是错的，二是错的，三也错了，二是错的，二是错的。三也错了。哎呦，谁弄石头啦？不要放三，二，一二三，结束。我有石头，那什么石头？哎，怎么头那么奇葩了？等一下，好奇葩了！哎，我们那个，我们这边是不可以偷带骰子回家的。对啊，你不要闹了。这要剁手。为什么给我们偷换呢？不能偷换的。没有啦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哎，不要动，不要动。
确定吗？下好离手，手要离开，手要离开。不要，不要偷跑。对，不要，不要。来，看一下，一二三四五六。哇！拖把刷脸，请上惩罚。今天国宝级的书法大师啊，这个来到现场，两位即将进行现场挥毫，掌声，掌声。好，来。我们很期待看到威廉长头发，长头发，长头发，帮忙扶一下，帮忙扶一下。这个拖把是有拖过的，是不是？没有没有，新的。好，来来来来，有点压力。哇，头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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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帅帅帅帅 ，B C 上不去，主持快点啊！反过来，反过来，让子弹头发瞬间滑落，反过来给他刘海，然后他那个头有内力处理过了，帅帅帅。不行，笑不出来，笑不出来，太久没有头发，笑不出来，笑不出来。来，威廉，请执行立冬。来哦！哎哎！哇哇！哎哎！哇哇！哈哈哈哈！生气生气！哇塞！帅，帅吗？为什么立冬可以黑的这么精彩？叫你们去好好摸三点。好，两位惩罚结束。辛苦了。